哇，心脏越跳越快了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就先等一下。老师，等他这边一下。200万，200万零一位，开夜车下来。所以我们是住台北市吗？对，他专程来台南玩这样。对，是本来就有计划到这个地方，是之前不知道有这个活动，不知道。那所以就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蛮意外的，就是。那今天还有打算要去哪里玩吗？就再去别的地方走走，晚一点要去看棒球赛。那今天是同一支，是来看棒球赛的。然后晚上住台南吗？对。